谢谢叶蝶，谢谢。你每次都送叶蝶，我声音哑了，我马上就要关直播了，要不然你们越听我就没有声音了。等一下，听到最后我就哑语直播间。啊，对，越来越哑了。中了什么招 ？Hello， 你好。我给他举拉个姐。他在看相亲节目。我小时候也很喜欢看，对，在看电视。什么时候回广州？快了，翻牌记得看看。好的，我有空就会看看。就像那天在去机场的路上，我就在翻牌，然后翻到机场就没翻了，全场灭灯。不是，对，相亲节目。非诚勿扰吗？不知道。可以让小乔跟我演双框，可以呀。等一下，我说不出话就让小乔来直播，她也化了妆的。小乔好久不见了，对，她都不直播，哦不是，她都不进来，她也不直播。班沙是啥呀？我没有喝过，不是爱在前面的克星，谢谢飞船，谢谢。不行，我要直播，我想直播一下。你有化了妆的，我明天就不化妆了。其实我们两个看相亲节目嘛，就是如果频道上有才会去看，但是不会特意去看了。他没有看上男嘉宾。对不起，我是女嘉宾面男嘉宾。谢谢飞船，好久关直播，快了。是什么东西啊？我没有喝过。晚安，拜拜。看，小乔你进来好吗？他笑得好傻。他在。你叉子要看电视被他们看见了。在说我。超苦的凉茶吗？像傻大姐。啥呀？谢谢飞船。招我了吗？谢谢。对。我无语了。你不要偷拍我呀！你出道的那个声，哎，我出道好瘦，我给你们说。我平时不是这样的，我平时是坐着的。我不会怂啊！为什么我在他面前会怂？我才不会怂，为什么要怂？我是害怕他，就是因为我害怕，真的就是他的表情太丑了，然后我就害怕。把你们给丑到，所以就不敢真正的把镜头转向他，要不然就在黑他了。对，要有偶像包袱。25分关直播，还是30分呢？看看情况。会被打死了？不是，我是害怕真的丑，但是如果在他不丑的情况下，我就会照他。天哪，他是连线的。不好，那你心快心跳好起来看小乔，笑死我了，就不是很丑吗？就给你们照了，你怎么这么傻？你我照了你好久，你都没发现？我醉了。小乔好淑女呀，对呀，他看电视好搞笑，两眼放光。哎，那个什么，你必须得上直播。他笑得很憨厚啊，很搞笑，好烦呀。小乔现在抓狂，他没有抓狂，不是特别丑嘛。对，在家不会打架的，不会。对对对，像傻子姐，不是傻子。你们才傻子呢。为什么不截图？录屏，你们其实不是很丑，所以没关系了。好快乐，你们知道吗？太傻了，我还以为他看见了，结果他没看见。天哪！不是的，不是的，不丑，真的不丑。我关直播后真的不会被打。求你别找我。打架的话，爸爸妈妈怎么教育？讲道理呀。
小乔，我们再进来一起直播一下行不行啊？但我眼睛很小，因为我不小，快点过来，我们两个一起直播一下就关直播了。我们看电视看得很开心呀、啊，我都感觉好久都没看过电视了，没有在家看电视。你关直播吗？跟你，我们再一起直播一下就关直播。我的眼睛太小了，我马上就关直播了。不，我只剩个眉毛了。小乔，我怎么化妆了？快进来吧，我们两个一起再直播一下下。小乔今天好清爽，哎，对你进来嘛。哇，乖乖，进来直播，我把眼睛脱给你。我家狗狗，马上又有一个新的女嘉宾了。你过来直播，我们两个一起直播5分钟，我就关直播。不行，我要看女嘉宾。